易燃和浩辰曾在2019年出演陆剧《大宋少年志》，他在剧中饰演为衙内，有不少搞笑戏份，收获观众们的好评。剧组在2022年宣布将推出续集，而和浩辰也曾被发现在当年三月飞往中国隔离，准备进行拍摄工作。甚至在去年五月，和浩辰也曾转发剧组的宣传影片，引发观众们的期待。不料第二季日前开播后，和浩辰却不在其中，他的角色则改为中国男星傅伟伦演出，而他的微博已经更改了设置，当时的宣传贴文也看不见了。不少观众崩溃直呼，为什么衙内换人演了，让人看了好出戏，好难受啊！更直言和浩辰把角色演活了，如今换角真的看不下去。甚至有不少中国网友涌入和浩辰的 IG 留言，希望他即便不参与该剧演出，也能登上其他综艺节目，纷纷直呼真好想他啊。Thank you.